晒出疑似靳东的朋友圈截图，只见上面写道2017912，我的宝贝，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愿你永远健康快乐，伟大的母亲永远开心美丽。对此，媒体向靳东工作人员求证获悉，靳东的妻子李佳确实于9月12日产下二胎，二胎男孩体重达8斤多，身体健康。据悉，靳东和老婆李佳因为共同主演了电视剧《青春不言败》定情。2010年，靳东与李佳结婚，2015年初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降临人世。而此前就有网友拍到靳东老婆李佳带着保姆和儿子逛商场，身穿黑色宽松休闲装，仍孕肚明显，被疑已怀二胎。如今得到了证实，才不过2年多，可爱的小男孩就拥有了自己的弟弟，美满幸福的家庭着实令人羡慕。对于这一喜讯，靳东的粉丝瞬间炸开了锅，互相道贺，恭喜恭喜，同喜同喜，仿佛生下孩子的是他们自己。而其他网友也纷纷送上祝福，喜得贵子，恭喜。恭喜！今天上午有网友晒出一次靳东的朋友圈发文的截图，恭喜二胎。靳东的朋友圈发文：20179月12日，我的宝贝，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愿你永远健康快乐，伟大的母亲永远开心美丽。随后呢，某娱乐向靳东的工作人员获悉，靳东确实再度当爹，二胎为男孩，重8斤左右，小贝。